第一个的话呢，我们一样先切到哪里呢？切到查询名单。那如果我想知道说，到底这个 email 信箱有没有在黑名单里面出现的话，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利用什么？刚刚用过的叫 conf。conf 呢，其实就两个嘛，一个是 range 指的黑名单嘛，criteria 指什么？指那个 email 嘛。那、啊、不就有的话就一嘛，没有就零嘛，哎，不就 OK 了吗？对不对啊？等下向下填满，不就全部查完了？好，应该可以理解吧？啊，range 的话，第一个哦，切到黑名单，记得第一个就是说你要把那个整个范围选起来。啊，以前的选取方法的点住哦，向下搭，但是有2万多哎，拉到什么时候？要不要过头？才1000多而已，所以不能用这种方法了哈、哦。什么方法比较快呢？两个方法，第一个哦。先点选什么？点选 A2，再按什么？Ctrl Shift 向下。好、哦、，OK，这个很重要，因为我发现很多人不会，一直在那边拉来拉去，我以为他在干嘛？哦，你在干嘛？说哦，我在看选到了没有啊？啊，他跟我讲话的过程他又过头了，所以不用了，Ctrl Shift 向下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像之前有一个新闻的一个老外哈。哦他就是为了要想要知道那个 Excel 的最下面一个储存格是哪一列。他说他手按住可以按一整天，他按了8个小时之后终于有答案哦。我说你干嘛？Ctrl 向下不就 OK 了吗？对不对？哎，这样也可以是一个新闻哈、哦。OK，好，OK，第一个啦哈、哦，那我们把它用 Ctrl 向下哦。那因为工作表名称加上这一个。那 criteria 指什么？指这个嘛，前面这个 A2，意思就是说里面有没有？有的话呢，回来就是一，没有就零，有没有？按确定，向下填满，查完了嘛。那可是查完之后的话呢，哈，当然也是几秒钟，哎，不用1秒钟吧，一下子结果就算完了。然后你就怎么样？再把那个什么呢？把一的留下来，把零的去掉。OK，不过我在讲这个之前哦，像。选取范围哈，除了你可以用什么，用那个选取之外，我是建议哈，你可以用第二个方法。如果范围比较大的话，我是建议你可以用第二个方法，就是说把 A2 到最下面这个范围，给它一个名称，名称叫什么？叫黑名单。所以你可以怎样把黑名单这几个字复制一下，再点选 A2，Ctrl Shift 向下，先定一个什么？定一个名称。啊，Ctrl Shift 向下。名称的话呢，记得哦，在它的那个左上角有一个小小的文字方块，有没有？你就把名称输入上去，按个 Enter。那以后的话哈，这个范围它的名称就叫做黑名单。那你要怎么存取？记得按 F3 有没有？就是把。黑名单给调用出来，好、哦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哦，查询名单刚刚的做法哈、哦，也许就改一下。如果我不用选取的话，我先定义好，对不对？按 F3，你会发现哦，哎，F3 名称帮你调用出来了，所以以后如果你有几个名称，它会列在哪里？列在清单里面。啊，这个还蛮重要的，因为你以后只要是比较大的范围，我都建议你可以先定义好名称。好、哦，然后呢，以后就用名称的方式来代替啦。那这个用法哈、哦，比较像资料库的用法，很多那个这叫关联式资料库的用法，就是我把我要的东西把它关联过来就可以了啊、哦。甚至这个跟那个像什么后面会讲的 value 函数啦、index 啦、indirect，其实都会用到名称比较多哈、哦。那它的好处什么呢？你直接给一个名称就简单了，而且它的好处是。一目了然，好，另外也不用锁定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固定那个范围，哈，按确定，向下填满，但结果会是一样。第一个，哈，所以一用什么名称，然后 conf，第二个的话呢，把一留下来，啊，一怎么留下来？游标放 B1，资料里面有个什么呢？筛选，筛选按下去之后的话呢，这边有个小箭头，你把。全选，把那个什么零打勾取消，留下一就好了。按个确定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哦，哎，你的东西查出来了。
那你游标放 A2 之后，Ctrl Shift 向下，Ctrl C，切到查询结果，A1，Ctrl V，好，你的工作结束了，有没有？所以基本上我大概用了，第一个 conf，第二个用什么呢？用筛选，这边有个筛选，对哈？那第三个就是全选，把它贴过去。选那个 A2 以下的吧，那所以呢，如果我希望怎么样，把刚刚的动作，如果我要换了，因为每天都要查嘛，一定要每天要产生一些是不是黑名单。那如果我要更新的话，我可不可以怎么样，把旧的要查，就是新的查询名单更改过之后，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一键完成呢？当然这里面的话方法蛮多的，也许你可以重新写，要不然如果没有 idea 的话，你干脆用录制句集算了，有没有？所以录制句集一，你可以怎么样？一样嘛，游标确定如果在查询名单，那你可以从这边出发。出发的话，第一个呢，你先一切到查询名单。二的话呢，游标再放在 B2，然后呢，这个公式可以先不用删掉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只要什么打勾，它就会帮你把它录进去了。然后呢，向下填满之后，再筛选，再把资料复制贴过去。停止录制剧集，那不就变成一个什么呢？一个按钮了吗？对不对？那你可以试一下，前面有讲过了，因为录制剧集有时候可以产生有些程式你不会写，但是你可以用录制的方法哦。先啊，请各位先稍微把刚刚的这个结果先试做看看，做完之后的话一样啊，产生也许两个按钮吧，一个按钮是清除，可以把它按下去清除啊，一个是。我刚刚讲的那个句型，好，OK，试一下哈。